关不掉，关不掉，关不掉。你是那个爷爷的孙女吗？请问，我真的服了。不错，你还在。走了，章鱼哥，算了，你和猫没有缘分。慢慢的，你脚步太快了，好执着的女人，都这样了还往前走，天哪，这都这样了还往前走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别养猫了，章鱼哥，你和猫没有缘分。好性感的一只野猫，它在洗澡吧？真的？等它一个回眸。我等，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的猫啊，那尾巴好有戏，我的天，哇哦，哎呦，它去找你啊 ，Really， 咪咪，哎，没有，它是来找我的，它蹭你了，天哪！他喜欢你，知道啊，他一直蹭我，天哪，是坏女人，我看不懂啊，猫猫的那个怎么看？我不会，来按摩泡脚了，然后现在我们要去吃东西喽，章鱼哥，你舒服吗？按摩的。大点声！又和周子健在一起呀、啊。他说话声音真的太小了。然后我们要走了。今天章鱼哥吐槽我的这个头发缝太大了，我好生气，好伤心。今天是520，然后今天很开心。这是传说中的笑眼吧？拜拜。这是我吃的，这是他吃的，哇，真行，都是那种大块。你还要再买一个，他能赠一个吗？那我吃一个。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是什么？爆浆泡芙吗？嗯。真的、啊，嗯，给你拿一个，这是爆浆泡芙啊、哦，好好好，我上来的就是我也好，怎么选？吃肉喽，他口请我吃肉肉。别的关不掉，继续下面几句。为你的愤怒在燃烧，关不掉，恨你的憔悴，爱的心烦。三个人的约会终于来了。说什么？花菜。这个是鸡爪，这个是脑花。脑花。脑花。
小燕说好可爱。谢谢周子谦买单。谢谢什么？谢谢周子谦买单。好狠的女人，好狠的女人。Since I heard you wanna stay friends, I learned from my mistakes. You made me wanna learn again. I don't really see the problem, it's a risk I wanna take. You still let me wear it, but I don't really wanna take. 这样，手这样，哎，对对，不是低点吗？不是不是，你再上面一点，然后45度，我知道45度，这个简。你拍一张看看。你倒是拍出一张让我看一看呀，大哥。这样才能让才能你知道留给 M 的色。对啊，他就是那种 vibe， 对不对，帅哥？嗯。哎呦，知道吗？怎样？下巴死白。哦。你为什么好化妆太差？对，太差，太差。你说谁？你说谁？我的嘴怎么了？还有你，你说我的嘴怎么了？就是说 ，A K A 他来了。哎，快把你的那个 rap 表演一下，快点！就是说，甚至为了自己，不是这个，我叫张宇哲那个。虽然我讲话很慢，不对，我的语速，突然怎么回事啊？我的语速很慢，虽然你很不耐烦，要把它听完呀。你有点像喝醉了的状态。我们现在呢，已经泡完脚了，按摩完了，嗯。然后我们准备各回各家了，拜拜，完美的一天耶！天天的，真好看，章鱼哥。哎呦，他突然的是那个李强，让我就……我叫章鱼哥，我从来不打嗝，我的伤口可以马上愈合。